小宝宝长得好丑。我们每次都看到很多那种很厉害可以喝酒的地方都不能喝。一言语难以为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的话，可以欢迎追踪我，或者在上面发一些我的表演资讯。好，那如果要想要听什么歌的话，也可以来前面给我点歌。会不会回来只赚了几十块啊？你说你只要一天？对啊，然后我就回家哭给你看，然后你就掏钱给我，去掏钱。我现在唯一缺步就是太重，然后自己我会很容易不开心。可是假装我真的会开车什么的，我开车然后停车都要钱，然后我唱完之后我的那个钱全部要付走。对。对，所以因为我不想要飞。
定？你确定？大家觉得我们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大家以为我是 YouTuber 会去找我。今天要发新东西。要发什么？大熊啊！哦，你还没想？笨！哦，你还没想好？没有，马克杯啊，收集马克杯。我的愿望，我跟我妈说，我最近的愿望是收集马克杯。我希望我可以赚到的收集马克杯的钱。我妈就快哭了。真的？我妈说好可怜哦。喉咙超痛，整个没声音。你都没有听到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哎、欸。你一走，真的，一走的第一首歌，我是破到一个，哇，破到外太空去，真的好笑呢。如果真的要剪，你不能剪我唱很难听的那段。车口方向，请由前门离开。Exit level. The front door is the shopping mall on the front level. 剪掉啊！哎！剪掉什么？